这就是人生第一次啊！哇，这个就是晴空塔，我们住在那边。The Sky Tree, Tokyo Bay。今天可以看到富士山的，被你等到一些。三张票多少钱啊？好问题。啊？好问题。多少钱？三张票多少钱啊？贵不贵？好，很贵。盖纪念章啊！盖纪念章有礼物哦。